上床了，睡觉了。西外面在打雷，听到没有？稀稀烂烂的雨声，估计要下一整晚，百拿着雨下起来，不讲道理，一整晚一整晚下。现在窝在床上，听着雨声，感觉还挺好的。要是大一点，哇，就更舒服。在哪上？又开着，开着小窗户，开着小窗户，睡起来感觉特别好。哎呀，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我要听着雨声入睡了。我们今天还是做饭团，做个饭团吃，炒个榨菜，弄个荷包蛋，搞点别的。煎个香肠，刚刚把榨菜炒好了，再煎个香肠，然后煎个荷包蛋。太多了吗？煎几个荷包蛋，先煎三个吧，真的不够的话再煎几个。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吃饭团？这边再炒个土豆丝，太大了。然后我让佳明再帮我洗锅子。肉哥开始减肥了，吃麦片。洗干净了吗？还没有呢，你用这布布擦擦，布用里面擦擦。啊，小心别把鞋子弄湿啊。水关掉，等等冲了再打开，不然水浪费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好洗吧啊，洗完了给妈妈啊，谢谢，加油。早上起床，陆文哥在做饭团，特别想吃，终于又吃上了，一片狼藉。嗯，去把煤。下面吃饭团嘞。下面。要我拿一个小僵尸。嗯。应该能踩得住吧。这样子好帮你。饭还是软。用这个咸蛋黄，一根香肠，一丢榨菜，点土豆丝，加胡萝卜丝。OK， 尝一个，老实了。吃早饭，吃早饭。蛋黄、榨菜、香肠。
可以去钓鱼。叶天听说宁毅的事，当场大怒。等等看吧。找到一个新的方法，能躲避那些小杂鱼，躲避白条的一种开饵方法。那你去试一下，问了当地人的，说在饵料里面加一颗鸡蛋黄，是吧？然后拌起来的话，饵料就能，快点快点到底，而且到底了之后才挥发，在中途的时候会挥发的很少，所以说白条你的抢食的话就会少很多。这是问本地人学来的，等着去试试。没事。钓友来帮我搬钓具了，哎呦，那我先把东西搬过去吧。我还得换个衣服。好了，钓友来找我了，今天早点去钓吧。顺便可以让他帮我把我的钓具拿下去一点，不然搬得太累了，没两天好钓喽。阵地走了。上次搬回来干啥？这怎么又得去？裂开。今天早一点，太阳没落山，好吧，他们就来了。哎，你鸡蛋带了吗？你不是加鸡蛋吗？带了。啊，我忘记带了。带了。你带了几个呀？三个。哦，给我一个就行。可以松掉的，就把那个绳子一解，把那个往那边拖就到了。对。不是。我再搬过来一点，然后把那个往那边拖过去一点点，然后就可以到这上面，到浮在上面钓了，太不安全了，我操！哼，正中间。今天钓4米5的。哎呀，老老实实到这里钓就算了。搬来搬去太累了。是啊。桌子倒了。玉龙它还有3-4盒蚯蚓没用，所以我带小的，看到没有？晚上我用蚯蚓试一下，看一下蚯蚓能不能上大鲫鱼。先把窝倒了。我靠，风有点大，要往远处抛一点。再来一手。今天早早的过来，我先用蚯蚓钓一会儿，好吧？因为玉龙还剩了几个蚯蚓，4盒蚯蚓现在只死的，死的只剩下半盒都没了。但是这边放蚯蚓呢，还是特别多白条在这边吃。这条跑了，起飞了，可以打了。打个锤子，全是白条在顶啊！你看这么大的蚯蚓，我串了好几个洞了，怎么下去还是没了？傻眼。队友呢已经先回去吃饭去了，他回去吃饭去了。天色渐晚，把灯给支上了，有点黑了。估计在这边待不了几天了嘛，再待个，等我这次把车还了，应该就走了。哎呀，溜呀嘛，溜溜球，到时候就，直接沿高速回去。我是想。特别想去一趟湖南，因为湖南我上次不是去西藏之前我路过湖南，在湖南待了一个礼拜，感觉湖南特别舒服，因为那边菜啊特别好吃，那边人也非常好，所以途经湖南的时候带露露跟佳明他们去尝一下湖南的特色。勤劳的两位男士，不然他的江湖地位没了呀，江湖称号没了。玉龙哥经常骑马，看来这个车还不错的称号。我不用，好吧，需要。左佳明，左肩小佳明，开始，这么多油，肉多呀。
香。我一般炒东西都不健康，这个是不健康的东西，一般都很好吃。对，人生在世也才短短几十年，吃吃。下面的面条做好了，牛肉、土豆、胡萝卜。嗯，本来想煮汤面，但是水慢慢煮干了，稠稠的变成了这种面，也挺好吃的。开饭吧，一家米。吃饭吃饭。我的晚饭你都要咬一口，好吃吧，吃光光。刚刚吃。就这么点饭，他肯定能吃光。活动量大，弄一会儿不来一碗。不来不来。来不来？望梅止渴。什么呀？鸡胸肉不长肉的。不是说要那么多蔬菜。这有一个最权威的，来问问。你就真的不长肉吗？对，是的。鸡胸肉、胡萝卜是吧？洋葱。哎，这些还要多吃。那煮了咖喱呢？你当然能吃了，可以的。能吃米饭吗？米饭不行。就是你可以吃它。能吃咖喱吗？你可以吃点咖喱。就是吃那个菜，不要拌饭就好了。但如果说你按比例来说的话，你这个十份的咖喱加一份的饭是可以的呀。那我吃点胡萝卜啥的，你可以吃点菜嘛。土豆不能吃。玩了，对，土豆不能吃。煮的跟土豆可以吃的。煮的土豆可以吃，土豆都能吃。煮的，还有啥不吃的这个？减肥的时候煮的土豆可以吃，炸的土豆不可以。这为什么？因为。炸的土豆是薯条，多吃点高纤。炸的土豆是花菜，对，萝卜。不是你好白哦，为什么？雪白雪白。就穿这个衣服硬的吧。嗯，好香。香啥呀？嗯，懒人版咖喱。现在放咖喱，我本来以为是煮熟了以后再放。现在放。现在放了以后，它就边煮，那个味道就更浓郁。对对对，专业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们车上也有。够，它这个一块很味道很浓的，盖上盖，等候就可以。左大叔，这个可还行？你干嘛？好，放 ，OK， 搞定。破费。没有一点多吧？嗯，坏了，没错。好吗？大家开饭了，老胡味道怎么样？贾哥拌点胡萝卜干。我们已经吃过了，好香哦，特别香。成功骗到了贾哥的手机，这么好笑吗？我觉得还没看懂。你应该点开他的，都是很搞笑的。今天的第一尾鱼啊，看一下啥鱼，小鲤鱼，看小鲤鱼一尾，小鲤鱼一尾放进去。我说呢，我去啊！是不是帘子？是帘子呀。半空中挂的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这里吗？这里面是有多少？我顶飘了。什么鬼？才刚开始，刚开始就掉帘子，好心啊，好心的很。我以为我上了条大鱼啊，不过比你那条帘子稍微大一点。啊，对，比我那条要大一点。你要吧？我不要。他妈拿回去也是。给他放着。咋就上帘子了呢？洗白，裂开。